我不要给他看，我们刚刚讲的头有稍大一点，肚子大腿是标准的，不错。头有没有比较大？头比较大不是比较聪明吗？对啊，都吃到补脑的，头有比较大是啊。头比较大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比较，因为妈妈有问题。我大聪明啊，爱因斯坦头很大耶。哦，没问题，里面都是长毛组织，不是长水啦。好棒啊！水量刚刚好，0.5，子的水没有太多。这是肚子吗？头，brain 就是脑组织，那这是大脑，那这是小脑，像蝴蝶。就没有解释过，根本完全看不懂。啊，纹路啊，纹路很复杂。很复杂才好，那才聪明。那、这个算纹路复杂。对、哦，都说 smart。脸出来了。脸啊。鼻子肉肉的。哦，这可以等个。脸啊。10秒。哦，眼睛呢？眼眶、眼珠子。嘴巴。嘴巴。他今天有想照相了，赶快先帮他照特写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喽。医生要比较。脸部特写。这是 face。哎。有。哦，完了。看一下哈。你眼睛很白的意味。会写的那么漂亮哦，像因为眼睛有点比安娜贝尔更像他爸爸那个样子，比较像爸爸呀、五官很立体啊，嗯，很漂亮哦，那有变得就不错了啊、再来接下去再看了啊、他现在手现在是用这样哦，越来越漂亮了哈、脸看完了，再继续看下去咯。看其他脊椎，脊椎骨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后椎，脊柱，整串连起来的哦，没有断裂，没有神经管缺损啊、脊柱是连续的。左手、手背、前背、手掌、手指头，1、2、3、4、5，前头握起来，左手，左手，这边前头哈，右手、手背、前背，现在前头。现在先遮住脸了啊、还好，我们刚刚也先照相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在比赞呢、他在比赞呢、对，在做赞。1、2、3、4、5，宝宝乖啊。右手在赞，在里面待得很高兴啊，舒服。他很 happy 啊，医生说他很 happy、滴滴，蛋蛋叽叽，左大腿，右大腿，左小腿，右小腿，脚也是提起来了哈。乖呀，都有露出来，借看哈。很 open 哦。大方哈。大方。因为他是 man， 所以很深的哈。男生要大方一点的呀。对，男生要大方一点，不用怕。好，四肢健全的哦，手脚。哦 ，Annabelle 也不用怕。对。每次都数，多数几次啊、我们也很爱看啊、看不腻啦。心跳。刚有看心跳。